大家好，我是善行书院第二届的毕业生陈子杰肥杰。今次拍片的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大家会支持我加入善行书院救生会第一届的干事会。加入的目的其实很简单，第一就是希望透过这个平台继续跟你和其他的救生去继续联络，而第二都希望为书院出花一番力的，透过不同的活动宣传甚至是福利，去凝聚翻嚟緊每一屆嘅畢業生，去成為我哋呢一個救生會嘅一份子。而長遠嚟講，我亦都希望慢慢凝聚翻救生嘅力量。凝聚咗呢番力量之後咧，我哋可以慢慢再貢獻翻俾書院同埋裡面嘅學生嘅。咁希望大家會為我投下信任嘅一票啦，我會盡力做到最好嘅。多謝。